好，各位朋友，我们今天呢来讲那个影音编辑的文字的部分。好，我们加标题或者加一些特殊的、很漂亮的字进来。好，我基本上是这样子。来，我们这是专案，我们先把专案打开啊，然后呢播一下，好，大各概知位。道这个专案在讲什么。你也可以点一下啊，点两下就开始播，点好，两各下就开位。始播了，不管啊。那总监呢？我们把这个专案拉进来，对不对？哈，这边教了很多次了。这个呢，好，开始谢谢。播。好，各位朋友。我为了节省时间，我们把它拉了哈，拉到这边来。这20秒，好了，差不多这边好不好？咔嚓，剪掉啊，这个把它删掉。20秒够了哈。好，我们首先来处理几个简单的问题啊。我们要有标题嘛，对不对？哈，不能说标题了，你要加文字的哈。标题再说。我们首先把它咔嚓，再跟它咔嚓，好不好啊？咔嚓跟咔嚓什么意思？就这一段，就这一段我要标题，懂吗？就这一段而已啊，其他的没有啊，就这一段而已，其他没有啊。然后呢，什么意思呢？开始哦，看着哦，我这一段对不对哈？我只是单纯的要在 video 上面加，我就是用滤镜，看到没有啊？滤镜。然后呢，我们可以看到文字有没有啊？这边有文字啊。然后呢，有丰富的文字，这个是收藏了，收藏是我常用的啊。视讯是全部哈、啊，常用的，你只要打星星，它就会变常用啊。你只要打星星，它就会变常用啊。收藏这个呢，我常用的哈、啊，有没有哈、啊？开始你要拉来这里才看得到，哎，就是这个地方啊。文字同学，这个地方是文字框，有没有看到啊？有文字框，你才能够自左、自中、自右啊，对不对？自左、自中、自右，你要给它框才能自左、自中、自右嘛，哈、哦。我们框这么大，对哈、哦。然后这个是拉拉拉，你要拉多高多窄，我们在中间比较好看，对不对？等一下再拉啊、哦。然后呢，47:12，颜色呢，现在改一个红色，好不好啊、哦？这样子我们等一下打的时候呢，才会跑得出来。啊，我也常常很担心到底有没有打错，原来有打了啦，是一打就变白色了。好烦哈、哦！来来来，改成红色，有红色出来了哈、哦。我也不晓得为，哎，OK 哈、哦，就是这样子。啊，你这个可以自左、自中、自右，没有啊、哦？就是这样子。当然，自左、自中、自右就看你这个文字框要怎么设了哈、哦。反正这个就是字的大小啦，干嘛这个就很清楚，就像我们平常写的哈、哦。然后呢，你也可以把它。没有那么大嘛，好，往下拉，你也可以拉到这个地方来，好不好？往下拉，就是标题啦，或者一些简单的字幕啦，或者干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就会是这样子啊，就这一段而已哦，哈，这一段有而已哈，不信的话呢，我们来看看，不看看啊，等一下，先拉到这边好，开始了，可能 copy 哈，这个现在讲你也不会懂啊，没有。字我是跑先出来的，翻一遍给你字看，是跑出来的，就这一比较段困难啊，的就字，这一复段杂的你呢，再字就过来。跑出来啊。我们就不教太多复杂，这个还有一些，反正差不多就是这样。你也可以把中文字贴进去的啊，大小就跟一般我们写 Word 一样啊。那这个地方，你按这边红红的时候，它会跑出来啊，比较难看。等一下把红红的取消，你就知道它基本状况就好了啊。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做法。第二个呢，我们会比较复杂，来讲一个比较复杂一点的哈。啊，这个呢，我也有教这个软体，各位啊，这个就是 Gravity 啊。图文整合的软体啊，就是说做向量图啦，或者其实数位图文整合，我就是教这个软体，因为这很重要哈、啊。就说我们现在这个时代，图啦、啊、文啊的整合很重要哈、啊。各位看到，这是文字里面塞入照片，这我有教啊，有兴趣的同学去学，很快一下子就会了，而且我也把它存档啊，存成 PNG 就去背档，对不对啊？全能去背档的哈，我已经存好了啊。这个档案呢，在这个地方，我按两下，让你跑出来看一下。呜、哦，去背档，而且我大小设好了，1920×1080，就是跟荧幕的大小一样。我们一开始做的时候，荧幕的大小有确定嘛？对哈，希望这个你都会。好，不管哈，我们就是这个东西哈，004嘛哈。好，然后这一次呢，我们要抓一张图，播放清单，我们把它抓进来，好不好啊？就是我们重新再抓一张图进来，好不好？那个开启档案啊，004把它抓进来啊。这一次他讲什么对嘛？哈，我们不要
转换为编辑格式不用了啊，就会是这样子。好，然后加进来，有没有？你就把它加进来，它在跑的时候就跟它加进来，确定啊，应该就不会有问题了啊。好啦，然后呢，看一下时间是不是四秒？有，好，然后呢，档案啊，新增视讯档案，这时候呢，把它拉进来，希望不会宕掉。哎，进来了，哦哟哈，哎，不用钱的软体就是这样子啊，各位看到没有？一波，有没有看到？嗯，有没有看到？啊、哦，我的字有没有？我的字四秒啊，当然这个时间你是可以调整的，对不对？哈，它就进来啊、哦。那当然这个是刚才的字，对不对？哈，就会是这样子哈、哦。OK， 就会这样子啊。那你说字怎么样去把它调整位置？很简单，这是我们抓进来的字啊、哦、哈、哦。这个时候呢，点这边一样老样子哈、哦，那个滤镜对不对？哈、哦，滤镜这个滤镜叫什么滤镜呢？位置尺寸与旋转有没有？我们教过的啊，滤镜有没有？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对它的位置开始调整？拉拉拉拉到你要的位置，就是我们讲位置嘛啊，位置尺寸与旋转就会是这样子嘛哈。等一下，等一，不要让它红红的出现，你就会看到一个比较完整的状况。好啦，播啦。好，各位同学啊，各位朋友，我们今天来哎，没有这个字很漂亮的，我们外加进去的字进来了， okay, 是外加进去的哦，所以长度你可以调啊。那这个地方是刚才我们教的，在这一个 video 里面哈、啊，在这个 video 里面给它滤镜有没有？你点一下，它是滤镜哦，透过滤镜给它文字，所以它是含在里面的啊。这个是外加的啊，我们两个功能都教给你了哈、啊，希望你能够。处理简单的处理文字，这个基础的课了，我们先把概念学会了再说哈。